容祖儿、李克勤、古巨基等人呢日喺澳门举行英皇演唱会。祖儿仲请嚟唔同公司嘅 DJ 一起合作，为歌迷带嚟惊喜。因為其實心之科學都派了台差不多四個月了、差不多了。咁第一次在個舞台上面表演公開咁樣，對我嚟講就好興奮啊！因為其實而家即係好少機會有演出的機會啦，我哋成日都飛嚟飛去，不停在不同的地方工作。咁有陣時唱嗰啲就舊歌啊，咁今日可以唱我首新歌，咁我梗係要揾啲即係 surprise 下啦。咁請咗Dear Jane 上嚟同我一齊合唱。早幾日，祖兒就同幾位好朋友去咗東京睇演唱會，有眼力十足嘅網民就發現劉浩龍當時都身在日本喎。我覺得大家都好適合做偵探咯，同埋真係好好笑啊！又發現到我師兄喺日本噶嘛，佢哋話。點講咧？其實我自己咧喺呢件事裏邊咧，大家問到或者睇到嘅嘢，好歡迎大家自己去聯想嘅。咁我又唔會話每一樣嘢都解釋得咁清楚。咁因為唔係工作啊嘛，亦都覺得即係好似好耐之前我自己都講過一句啦，自己有自己嘅分數啦，自己識得去點樣去處理啦。咁所以就佢喺咪日本，咁大家自己自行分析啦，咁樣咯。啱啱喺東京翻嚟嘅仲有李克勤，佢同太太盧淑儀約埋校長同幾位朋友一齊 cosplay Mario 揸車啊！同埋即係當你即係停喺一啲大街小巷，因為真係好多人咁，你知道你去過接谷啦，要去過表參道係真係好多人噶嘛，仲係永遠都停噶嘛，嗰個紅綠燈，果然停喺紅綠燈嘅時候，就隔離有人嗌盧淑儀咁樣。響躲認得出係啦，咁我哋大家開始滴汗死啦，究竟認唔認好呢？原來隔離有架七人車搞低咗個窗，原來係金比嚟嘅，係啦。哎呀，我仲話，我仲喺度講緊啊，邊個喺度阻住條街咧？咁樣原來就係你哋幾個咁樣咯。